今晚要来共同欣赏的是船板床，名李梦阳。船板胡在姿，而我请其上。情之非江湖，梦寐亦风浪。这是明朝诗人李梦阳为自己睡船板床写的一首诗。睡在船板上梦的是什么？虽然知道不是在江湖上，但仍梦见江湖上的风浪。一个文学大师寥寥几笔就把思绪浓缩于笔端，殊为不易。江湖除解释为江河湖泊外，官场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帮派亦称江湖，而江湖风险如同风浪，一不小心就会翻船。从睡船板床而联想到江湖风浪，李梦阳的这首诗联想丰富，发人警醒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诵读一遍。船板床，名李梦阳。船板胡在姿，而我请其上。情之非江湖，梦寐亦风浪。